你走吧，老哥，你要是走了，我就把你大孙子饿住。嗯，炒这个花菜呀、啊，花菜西红柿，你也是拌了个西兰花。三两菜、玉米、白菜、鸡粥。今天又是一个继续下雪的日子，咋了？头疼？头疼、啊。哎呀，我跳一个。这我爸又出去给你买那个药啊。你这上级楼上小小回出门的时候，大雪天气。嫂子，你头疼？你刚吃了药好点吗？你行，这个药也管用的。管用。嗯。你为啥好头疼啊？翻了，想翻了。嗯，抽的开娃娃，抽的俩同学，你小前年是腊月23就骑上家里就走了，啊，到现在也快两个多月了，啊，你是俺还两个娃娃，还过来是他爸不会做饭，家里就啥也不管。你说玉斌他爸爸啥都不会做，啥都不会。不是嫂子，你想开点，你现在在外面，就是说你现在操着家里心、嗯，那你到回来回去，你还在想着你这个孙子，你不是也是放不下啊、哦？所以说你出来你就。嗯，叫我大哥，他反正也饿不着他自己，不用管他。哎，我又不管他，我给他管我那两个外甥了。说是我物业的三年了，嗯，物业在上上了。想着说着说那上的话，我累了，为了那两天小那辈辈小这些头都在这个大里头胖。那是你看一手给他养大了、啊，养到这都三岁了吧？嗯、你肯定想他。他娃娃大一点，你也可以回去看看，你也回去看看他们，没事，不用愁，你愁啥嘞，嫂子？你这大孙子在这还是还愁？不有刚那愁，不有刚那小，那浪不小了，肯定就小。嗯，这样你假如你回个你不小浪不小外甥了，肯定是个小娃。我不想他。我是老娘嘞，我才不想他嘞。哎，那不一定。人家说嫂子，人家说这姥姥疼，这外孙都白疼。我把他疼大了，人家一问。那就不一定了，白疼了。嗯。哎呀。我把他疼大了，人家说疼谁？疼老疼奶奶。养的不如物业的亲，多花物业的才亲了，就尿路在。那不行，你们跟着紧，就是养他再大，一问他疼谁？疼奶奶，百分之百的。唐奶奶长大，你要是物业大起，唐家是唐你奶奶。你这个大孙子是你、是你老杨家的事。我唐家在家，我俩都姐姐照看了，不用跟着老唐家知道也得管吧？这么累了，你唐家比我看得多吧？那是肯定吧？我不看。你我想啊，你走吧，嫂子。你要是走了，我就把你大孙子饿住，我不管他。你饿着？反正是你看。你比我要照顾的。你看，嫂子，你在这不，你啥都会做，你做饭啥的，你又力量又干净。你看我，他姥姥笨蛋一个，啥都不会做。他姥爷到回来，他也得回去吧？你把我放到这儿，那就饿着你大孙子，我不管。看你看着办吧。听这话，咱谁也不想看呢。灿灿，你出来。反正是我啥都不会做。你啥都不会做，我觉得你啥都会做。哎呀，那都是皮毛，那就会一点点。比我会做的多。嫂子，我给你商量个事吧。咱反正这个第一胎，咱随我们家的姓吧。哦，行。你愿意不？愿意。我也不愿意。你愿意不，他老爷？愿意不？谁不愿意？不愿意，不愿意。你看咱爸说话说出来了，不愿意。叫你大外甥随你的姓，你不愿意啊？你报啥农局走了？你要是为啥子？他奶奶不会打脑下来。他的意思，我要抱走了，你都能撵到我们山东去。不撵，不撵。啥意思，猫哥？我听着两妈都不想看孩子了，我月子没出呢都要走是吧？不是，你咋躺着起来啊？那婆婆妈说了，这个娃娃随咱家姓啊。那有可能不？你小子就美了，啊，反悔了、啊？你小子那么美，反悔了？那是我嘴上说的，在我心里就不那么想。那容易是我们襄阳的孩子，哎、我都抱回我们山东。啊，那是容易不可能的事，你看的，能抱回去了，我立马赶紧回山东。这，哎，那撵到山东再把他的孙子抱回来，老子你就好好的跟他守着你孙子，别叫我抱回山东了。行了，也变成抢娃了这。